金屋藏之何富艳穷，萧正楠努力工作，动作都好夹下嘛。呢个笑容最近洗你脑啊！真，就算喺人心解码二入面，加埋方中常咧，都不及佢呢棚哨牙嚟啊！上咗位接梳都接到手都软埋，早几日牛一值得庆祝下啦。2002年出道，虽然新人王姿态横扫乐坛，但系同阿 Juno 咧就争差懵，一句邪不能胜正中大咒啦。最后说都做埋失踪人口，梅竹10年。最近一哨上位，仲用咗7位数字买新屋藏阿姿添啊！咪以为事业爱情两得意啊！寻日有报道话，原来阿何爸爸一心咧培训两位千金吊金龟甲马主。阿同阿之前都系一个好朋友关系，咁我觉得如果作为爸爸嘅，希望自己嘅女嫁得好系好正常。即系之前之前搞嘅house warming 嗰阵时候，我哋大家都见过嘅，咁佢又教好多马嘅嘢，呢个之我觉得就友好啦。做朋友仲 OK 啊，但系做女婿咯，有传阿何爸爸嫌你穷，所以棒打恋情呢？会唔开心啊？边个啊？你咯？我唔会唔开心，非常之开心添啦。俾心机做嘢咯。系啊，会俾心机做嘢啊！你唔见我呢两年好俾心机做嘢咩？系咯，何爸爸、萧正楠咁努力，另欺白素翁就莫欺少年穷啊嘛！你冇听过嘅咩？俾次机会人哋啦。